我英文 Lesson 3 February 82 Good job 麦克风给我来，各位同学，我们直接来看第三课的部分。一进到底，现场收音，我录给你啊，你回家的时候用两倍速声音去听。我因为我知道这里在座有些同学没有补习，有补习的人甚至已经教到第四课了，有的教到第六课，程度差距太大。我录给那些没有办法去补习的小朋友。也录给我国小二年级的女儿啊，给她在家听。好吧，你们跟我女儿一起学哦，不要输我女儿哦。来 ，Lesson 3 Vocabulary 叫做智慧。如果你不知道，抄在你的课本上。现在 Go 来抄 Vocabulary。你们看课文啊 ，Part 2 来。我念一句，你念一句，我要念智慧给你听，你一定要先把智慧念了。这一次考试啊，手写卷啊，居然有人连英文字都不会写，我改下去很心痛啊，居然有零分的啊，我不敢相信哎。所以单字一定要会背，这样可以吗？非常重要 ，crucial, important, understand? Yes. 可以，各位，我们第三课哦，课文里面的智慧聚焦，总共有40个单字。我现在带着你念一次，你也跟着我念一次 ，repeat it after me， 这样可以吗？这里先强调一点，因为我是录给我女儿听的。所以我有时候一些轻声的或者是我会特别强调出来，但是你念的时候跟我一样特别强调念出来，但是真正在日常 daily conversation 或者是 everyday 的 conversation 里面，轻声 T-T 这些就变得很轻声了，这样知道吗？我先强调这一点，我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慢，强调重音，强调轻音节，这是为了帮助你念，帮你记，这样可以吗？可以哦。好，接下来我们前面会走得快一点，我们接下来希望这节课把40个单字全部再 run 过一次，这样了解吗？可以 repeat after me 吗？可以哈。好，来，第一个单字。客厅，客厅，你也要讲一次啊，这样你听的时候才会听到自己的 lovely voice 嘛，对不对？对，lovely voice，living room，living room， 客厅，客厅，下一个，过，下一个就不用重复了，除非你智商不足。跟着我念重要单字，好不好？卧室，卧室 ，bedroom，bedroom， 嘴巴要闭起来，很好。浴室，浴室 ，bathroom，bathroom，bath， 舌头要咬舌致敬。但是你不要真的咬，我不要咬出血来。再念一次浴室 ，bathroom， 很好。饭厅 ，dining room，dining room， 非常好。回去多听几次啊。在什么什么后面 ，behind，behind。One more time，behind，behind。真正念那个的其实是轻音，真正念是 behind， 很轻，好不好？这是为了强调你拼写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 d， 好不好？下面一个第七个单字，在什么什么中间，跟着我念，在什么什么中间，什么东西？在什么什么中间？
啊，我跳过一个了，不好意思，老师老花眼啊。第六个，在什么什么前面？In front of. In front of. 很好，有感觉。真正念是 in front of， 这样子，好不好？下一个，在什么什么中间？在什么什么中间 ？Between. Between. 回去要背哦 ，Between， 那就这样背哦，写一次哦。好，下一个。在什么什么旁边？在什么什么旁边 ？Next to。Next to。我再慢一点哈。Next to。Next to。哎，很好，念快一点。Next to。Next to。哎，很好，因为它里面有一个 xt 啊。再来下一个。在什么附近叫？对，在什么附近叫？短短的 near。near。很短哦。再来，第十叫做请。这是长音的，后面是日，不是是，所以注意听。Please， please， 长音的很好，所以下一次有人要请你，你要拜托人家，你会不会拜托人家？不会。对。哎。对啊，会。啊。上厕所忘记带卫生纸。这个会。要拜托人家，你们班上谁会跟人家借卫生纸？你。他。你这时候你大便，哎呀，大便了没卫生纸怎么办？赶快跑出来跟人家借卫生纸。裤子穿起来。啊啊，师傅的可爱。Please，please， 对不对？赶快借卫生纸。那你不要穿内裤跑出来。哎，不行不行，开玩笑。好，来，十一，房子。House。非常好。安静的。安静的。Qui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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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夸张念法。真正念起来是 quiet， 哎，本身不错嘛，很好。风格款式，style。哎，你们班上谁最有风格？你来过来，我让大家增加印象，来，风格来。模特儿走路要有风格，来，模特儿走 T 台 ，catwalk， 走过来，三二一，走过来，展现你的风格 ，style， 踢正步，没有风格，不行 ，no style， 谁有风格？啊，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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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又不敢来了，你不行，好，来，算了算了算了，来，你有风格吗？你走路有没有风格？老师，老师，你敢？啊，不敢讲。有风格吗？好，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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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模特走路哈，你走一次，我试试看。好来。我有没有听错？给我一点走路的风格。我天哪，我去了一，我看到了什么？眼睛有夜障。我的妈，怎么会男生走路会翘
跟着我念，想法点子，想法点子，跟着念 ，idea，idea， 再来，我们一起点点点吧，我们一起点点点吧 ，let's， 很好，十六，获得。get 很好，十七，一些的，一些，一些的，一些 ，some， 嘴巴闭起来 ，some， 十八，工具 ，tool， 智慧型手机。Smartphone， 智慧型手机非常好。智障型手机谁会讲？智障型手机？谁会 ？Stupid phone， 还真没有这个东西，真没有这个东西。我只会说，cell phone for dummies， 就是。智障型手机，我顶多这么说。再来，步骤一步。步骤一步。注意听啊 ，step。step。哎。二十一，上传。上传。upload。upload。哎，真正念不是这么夸张念，但是我是加强加强你们的印象。加强。加强你们印象。增强你的大脑突触的连接，真正念，真正念是 upload， 很轻 ，p 跟 d 都很轻，好吧？好，二十二相片，相片 ，photo，photo， 很好，选择，选择，二十三 ，choose。choose， 跟着念，回去要背了。种类，type， 血型也是用这个字 ，blood type。你们的血型。最喜，你觉得世界上最好的血型是什么型 ？O 型。来 ，A 型的举手。哇！哦，好，看一下啊。A 型。嗯，不错。来 ，O 型的举手。哦。O 型的比较多哎。很好，放下。听说 O 型的人比较乐观开朗，乐观开朗，对不对？听说了，听说 B 型的 blood type B 很聪明，听说了。O 型人开朗，他们拍照就会，啾咪，啾咪。听说是这样，对不对？准不准？不准。不准。啊？熊猫型。好了，来下一个。来下一个字，主题。哎 ，repeat after me。主题。主题。Theme。Theme， 嘴巴闭起来。哎，有没有去过迪士尼乐园？有。主题乐园。哎 ，Theme Park， 坐那个巴士啊，接驳。哦，接驳巴士、啊。他那个门进去啊，停车啊，那个停车场好大哎、欸，可以停好几百辆。好，这些都没有，我觉
地方坐接驳车 ，shuttle bus， shuttle train。我是坐电车哎、欸。对。我们日本是坐电车、欸。我去美国，两间 theme parks 我都去过了。有机会带你们去哈。啊，我也去过。户外教学、国际交流，我带队，让你们吃到饱。像如果有办那种美国游学团，好不好？我带队吃到爆。我美国通哎、欸，美国通。要钱吗？免费的。别害怕，你跟我出去没有再饿肚子的啦。真的啦，哎呦。好，好，来，继续。等待，跟着我念，等待。Wait, wait, wait, wait. 长音。等待 ，wait。等待就是要慢慢等待，不要等太短，对不对？所以长音，等待长音。你要先等一下，那你应该快一点。对，你会不会等待你的另一半出现呢？我会等待，我老师大学都不交女朋友啊，我国小、国中、高中我都不交女朋友、啊，真的、啊，只要有我在国中、国小有女同学靠近我，我就说，哎，走开，走开，走开。我也这样，不要靠近我，走开。大学这样，研究所，我走开，走开。博士班，走开，走开。回到台湾，我才遇到现在的太太。我是回国之后，我才说，好，不要走开了。好不好？哎，各位同学，不要太早交男女朋友。我也对我女儿这么说啊。这样子啊。我已经有两个女儿，我还是 gay， 你把她带啊。好来。哎，等一下。等一下，不要讲话。流鼻血，我讲我的爱情故事，让你流鼻血，赶快去。止血，有没有卫生纸？有没有卫生纸？来，卫生纸，快点急救！哇，怎么听到这么刺激？哎呀，这边我全部冲完。止血。好，来继续，继续，来。哦，这个就难了，昂贵的。跟着我念，昂贵的，昂贵的，哦，这个难念哦，很长哦，注意听哦 ，expensive，expensive，expensive， 念慢的嘛，念快一点 ，expensive，expensive， 哎呦，跟得上，不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跟得上吗？在下面写加一，跟不上就跟不上，跟不上在下面写减一。好，来，好来过来，过来，赶快去洗手啊！啊，我的嘴，啊，我的嘴！哇，他真的流鼻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刚才听了我的爱情故事，让你流鼻血，你现在按暂停，赶快去厕所。你没有在现场啊，我是看到血流如注啊。对呀，这样很严重。好，来继续。哦，你们班我讲太慢了，来，二十八，对什么什么来说，和我和你。英文叫做 with，
With. With. 很好。再来问题。问题。英文叫做 question。Question. Question. 下一个句子，我了解了。我了解了。I see. I see. I see.很好，柔软的换你。柔软的 ，soft。soft。soft。这是夸张念法，真正念是 soft。soft。非常好。寿司。soft。再来，硬的。硬的。hard。hard。hard。很困难的，有时候也是用 hard， 或者是另外一个字叫 difficult。哎，不错哦，有的人开始学到一些新的。再来，事实上。事实上。In fac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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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各位同学，如果你没有补习，没有人教你怎么念，你现在就把我教你念的，你用注音或用什么方式自己写上去，好不好？你如果找不到家人可以问英文的，你用这种方式想办法帮助自己学习，好不好？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安静。好，我会帮助你。安静，来继续讲不完，我很快带到，只能讲到这里，气死来了，好吧，那就交到 effect， 好不好？各位回去要跟着念，帮我按停止，谢谢。